大家好，现在是春天了，我们在市场上买了一些果蔬回来，在后山里面种。这里种一棵杨梅树，现在土壤很湿，昨天刚下了雨，明天有可能会下雨，就不用淋水了。种好了，把它踩结实一点。再找个地方把其他的果树给种了，这棵杨梅树种好了，这里再种一棵那个李子树。这棵是李子树啊，这里再种一棵杨梅树。种一棵葡萄，这里再种一棵树，最后一棵了。现在果树全部都种完了，看看到时候有没有果子吃啊。